是不是最近关心来自嘉义县议会的消息？这是到底嘉义县政府有几位的必须成为着管理中央官施政报告之后的议员讨论焦点之一。县议员林基玲就表示，连民意代表都唔知影县府也是县长是有几位的县府必须。今卖讲民众看到县府必须的名片该如何判断？这是林基玲关注着县府必须的人事议题，也难免有和外界有其他的联想。看到县长张国官进行着施政报告完毕，县议员林基玲关注着县政府必须的人事问题，要问清楚到底县府的必须有几个？到底是啥个必须，还是对必须？你嘛爱叫出来，阮熟悉者，大家嘛了解者。议员遐济，咱拢毋知对者真正必须，即马摕一个名片来讲，啊，我着县府是个必须，啊，歹势，啊，我着咧做啥物生理安怎？嗯，啊，当阮是也是要县长民主，还是讲？根据了解，目前嘉义县政府的必须人员有来自本地来的这块，要向其他单位借调。工作内容除了处理着公务，也替县府、替县长招摊进行着民众服务。计划配合以外，还有做选民服务的工作，哈。甚至都是他们的名称都叫县长秘书，拜托都请他们过来，好，我们大家拢写上去。我们把名单给你好了，不要名单，我们现在今麦大家议员拢在家啊。嘛，现在就你今麦名单，现在他们在外面吗？对一个是对一个，对吧？哦，你要吃晒的哈，这点嘛是爱去注意，因为当时在外口吼，讲话吼，拢夸大其词，你知无？我着代表县长，有啥物代志我做主就好，这种爱着袂使，这我真正捌听的，吼、哦。所以有足侪好的嘛，足侪歹的啦。啊，至于讲县长是要用偌济必须，那是县长的裁量权，伊要用偌济，你用20年嘛不要紧啊。但是，迄是一个职务，可能是职务的称呼啦，处理讲啊，我着。管就是个必须，管就是个必须安尼啦。可是只不过像造成把变成外口的选民啊，啥大家就讲原来安尼。县议员蔡其忠强调，县长要聘用几个必须是县长的权利，但必须爱让地方民意代表清楚了解身份。所以在副议长张明达的裁决之下，议定21号利用各局处审查预算，要求所有县府必须到议会来开会。这是林依林关注到县长是必须的这块，也难免让人有政治的联想，因为县长是会必须和家庭，日前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宣布争取参选民雄乡长。政治实在。政治实在，啊，当然会当为乡亲服务。目前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我上大的工课，因为我的爸爸、吼我的翁婿，伊拢真支持我讲啊，会当来为咱大家来做服务，所以我拢无啥物跨界。就是林基玲也有意代表着国民党出阵选民雄乡长，而最近双方两人动作频频，地方基层走摊也走真多。而在现在，在议会关注的县长是必须的人事，也更予外界有联想的空间。而透过媒体的传播，大家拢在看。新闻客家红嘉义县采访报道。